现在我们来开箱这个 Insta360 Sphere。超可爱，好的，哎呀，放旁边。嗯，还送了一颗。Insta360 的记忆卡，完了。这次一定要好好保护镜头，不能再刮到了。送了个保护壳，这要怎么开机？没什么反应。啊，有电池。忘记拿出来了。
幸好保护贴还没撕，不小心碰到镜头。满电的。镜头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？啊，OK， 安装完成，欣赏一下。他装这个是没办法立在地上的，一定要保护好镜头，搜寻其他相机。对，找到刚刚为什么连不上了？如果找不到，如果连不到相机的话。进到 WiFi 里面，找到连线这个 Speed 这个密码预设是88，连到知道再回到 Insta 360就可以连线了。那我们现在先来把保护壳装上。用 Insta 360 Sphere 拍摄的空中全景视频，我会陆续放上频道。点击我的主页，找到播放清单，360度全景 VR 影片，就可以体验身临其境的世界。喜欢这类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啦。